来，观众你好，因为你要先走哈，几分钟。是，我还是要谈什么叫信赖保护哦。是，如果说法有明文规定的事情，经过修法的程序，给予性的法律经过修正以后取消，这就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话，这样法治体系还可以正常运作吗？啊，为什么你们会认为说公保这个由政府补助30年以上公务人员，这个有信赖保护问题？修法，经由修法的程序，所以变更制度。跟委员报告，现在就是为什么会有违反信赖保护的问题？现在就是谈到这个修法这个手段的问题了。修法的手段，修法律都可以修改啊。当以前我们许诺的有一种法律哈，有一种法律是你曾经承诺某种给予，是啊，承诺某种给予，是这类的法律就不能把它修掉哦，是照你的意思哦，就不能修掉？也不一定不能修掉啊，是啊，是那现在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可能不同层次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考量，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谈信赖保护，是其实信赖保护是一个原则哈，是这个原则是法理嘛，对对对，对不对哈？是法理嘛，民主政治的法理嘛哈。那这个法理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时候需要去推敲才用的东西耶，你现在把它拿来说既有的给予性的立法不能修改，那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的法律都不能修，法律可以修改，啊，对嘛，啊，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要修改，把这个公保的补助取消掉，为什么就不能修？修改以后，嘿，对以前、现在、以后，可能要做不同的考量。哦，那你错了。嗯，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波兰医生到波兰去学医？好，是。那现在要修这个医师法，是把这个到波兰去学医哈，是他将来回国以后要取得证照的制度要全面改，他溯及既往。现在已经到波兰去读书的学生当中，很多人哦，是他当初去读书的时候可以用的制度，经过修法以后变成不能用。他也不必信赖保护，哎，跟委员报告讲，也不必信赖保护，哎，还有一条路可以让他走，因为有一个过度的设计让他走。对不起哦，过度设计哈，哦，是会明文规定溯及既往，溯及到1999年元月一号为止。我们法律有非常多是明文规定溯及既往的啊。对不对？这个，那照你这样讲的话，如果为了信赖保护，法律绝对不能有明文规定涉及既往，哎，所以本席希望哦，你们不要在这里胡扯。是，好，不要在这里胡扯，好不好？今天我其实是蛮认为说，我们执政党的委员用今天这样的技术杯葛哈，是小题大做，因为本席一直重申说这件事情跟年金的改革是无关的。其实是跟年金改革无关嘛，对不对？民进党也是主张年金的改革应该全盘经由国事会议以后超越政党共同分担责任，从长去计议。但是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年金改革，哎，因为它跟年金完全无关啊，对不对？就像是本席所提出的202亿年终慰问金，其实它也跟年金制度改革无关嘛，对呀，啊，它也跟年金制度改革无关，因为它是用政府预算去发的嘛，对呀，啊，所以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去动到年金改革，但是今天这样的动作哈，又给军公教人员一个暗示跟明示，政治性的暗示跟明示说又在追杀了，你看现在又要去动这个年金制度了，你看，所以今天一定要把它挡住，又把一切政治化，这是不应该的了。主席也是很难为，因为民进党少数啊，所以今天技术杯葛的情况变成这样，所以你们的职责很重要，你们的职责就是不要去乱用理论。在这里呢，要不然你说好了，基于信赖保护，为什么健保可以改，公保不能改？啊？因为法律规定的年份不一样哦，你讲不通啊。为什么健保可以改掉，公保不能改掉？如果基于信赖保护，是不是健保跟公保都不能改？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回答不出来了，可能还要从个案去了解它。你们在这里哦，你们在这里不能够专业主导，就事论事，就会让国家一切哈，一切的政治的一切的政策的讨论都全部被泛政治化。其实你也讲不出来啊，你好好讲嘛，你离去之前把这个讲清楚。哦，等一下，你讲完这个回答，你就可以走。就如果基于信赖保护，
为什么健保部分不必信赖保护，而公保部分要信赖保护，差别在哪里？现在我刚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架构，就是一些法律的精神原则啊，当然在一切条件很平稳之下，那尽量来遵守。但是当整个国家社会发生到有国家利益至上，或是整个社会安定，这些很可能它的先后顺序，优先，那么我们决策机关或是立法机关可能要来做一个轻重缓急，要做抉择。对对对对，因为你纵使违反的信赖保护、哎，你伤害到这些人，还有你让原来受伤害的人减少，那这个数目之比，一个民主先进国家，不对哦，数目的话是健保比较大哦，公保比较小哦。你为什么选择那个您提到了健保的费率的问题，还是哪部分？啊、健保没有啊，因为健保受补助的是6.2亿啊，公保受补助的才5.3亿、啊。这部分是跟委员报告，原来公务人员只有公保，后来在88年以后再开始有健保，所以那他加入健保以后的那些人就有信赖保护。照你说，你的信赖保护是全部都要信赖保护、啊。所以现在就是变成，所以你在这边支支吾吾就是讲不清楚了。因为就是说，因为要因应社会的压力啦，因为要因应社会的压力，轻重缓急，所以选择一个来割舍啦，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其实那就是没有逻辑嘛，就是背后没有价值，没有核心价值啦。因为政府、就是、政府它本身是一个生命体。那所以随时必须要应应整个环境的一个，所以钱要花在刀口上啊。你同意吗？你同意说30年都领连供奉了啦，不管他几职等啊，对不对？现在30年这个问题啊，都领连跟我没办法。30年其实他就是大概这些人都已经成就条件了，因为我们当初领那个公保年金的，所以条件就是30年嘛。所以其实他们是更有能力缴保费的一群。当然，如果有经济能力。所以钱要花在刀口上的话，这些钱就应该省下来。所以是其实，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由道德劝说，另外一方面是一个小事、啊。来，如果要做修法，可能就是从所以你也认为可以道德劝说的话，那为什么不能修法？对，但是如何来降低他们的不满？其实今天在这里就是看到你进退维谷了，很难圆满。是，社会问题本来就很难两面来讨好了。所以呢，你们就取巧。我们取巧做个交代，把健保拿掉，然后留公保。不是取巧，因为必须要回归到整个政府整个体制的正轨。本席还是希望说哈，你们其实是国家典章制度，尤其是人事行政的典章制度的最高主管机关。我们会非常努力，对，非常努力哈。今天你们来这里的报告让本席是相当的失望。因为我们在改进，你们违背了你们的专业伦理。你们今天到这里拿这样的方案出来，是违背你们专业伦理。你说是全，你们认为是应该改？对对，那个你们认为是应该改？对，吴市长讲说他下次会改进。可是你们不敢全部改，你们拿出这样的方案，然后去拿那个信赖保护原则来这里谈。今天绝大多数的军公教同仁跟退休的军公教同仁，都因为信赖保护这四个字被误导了。所以当他们卷入整个改革的洪流能够有所贡献的时候，却没有得到荣誉感。譬如说，其实本席自己的亲人哦，今年年终也损失11万，因为夫妻都是退休教师，我的至亲夫妻都是退休教师，两个人加起来年终慰问金11万。一直到上个礼拜我通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竟然都不晓得年终慰问金是不包含在所得替代率内涵，根本就是所得替代率外加，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误以为被砍掉的是他们的退休年金，其实不是，那个部分是跟年金无关嘛，对不对？对不对，秘书长？你一直点头，对呀、啊，你们却一直讲信赖保护。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一直跟他们讲这信赖保护，误导了他们。信赖保护是国家承诺的才要信赖保护，他们根本不是。连我自己的家人至亲都到上个礼拜才知道，原来这是外加的，原来根本没有损及他们退休的利益，根本没有损及他们退休的福利。可是光这件事情没有人敢讲真话，没有人敢讲真话，连当初张泽生部长在这里都说不要看不得人家好，
你今天也只敢点头，你也不敢口头说对，对不对？不应该这样，所以国家会分裂。其实本席在这里要高度的肯定，每一个这四十万人，一个年终慰问金，每一个人一点点的牺牲，对国家却有很大的贡献。一年190亿，十年就1900亿，对国家是伟大的贡献。他们的支持值得我们感谢。宜兰县政府一年的年度预算就是190亿。嘉义县政府一年的年度预算就是200亿，所以一年可以省下一个县市政府的全年度的年度预算，是非常大的贡献。而这些是退休年金所得之外的，所得替代率外加的东西。你们要讲真话了，好不好？今天这样的结果，本席是相当遗憾，好。